啊，我们在《坛经》上看到，慧能大师啊，那一年24岁，在黄梅开悟了。开悟时真放下了，妄想分别执着，一时顿时，这种人少见。太少见了，啊，这么样的干脆，一时顿时就立地成佛，你看，成佛之后，五祖就叫他赶快走。啊，往后不再去管他了。为什么？他开悟了，他自己晓得到哪里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这个能力了，知道什么地方最安全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来，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藏，他全知道。啊，不放下不知道啊，放下却知道了。啊，佛在经上讲得这么清楚，自古以来，许许多多祖师大德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为我们现身说法来做证明。目的是什么？是让我们有信心。有信心的用意何在？让我们有胆子敢放下。目的在此地啊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没有这个胆量，不敢放下。啊，不知道放下就成就，放下就圆满了。放下完全显得是心。